嗨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带来 Minecraft 继续玩版本生成，进入转换地图中 Color World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二，哦吓死我，我现在是1.2.5，对。等一下哦，试试，开启，OK，好，开启，返回游戏。哎，这样它会挡住。然后上次我是说什么？我有点忘记我上次说什么。上次我是说，哦，对，我的食物不用愁，是可以不用吧？问题来啦，哎，对了，1.2.5，我们的田不会被踩坏，就是走路的时候不会了。可是如果跑跳的话还是会，所以就尽量就是不要跑跳，而且它还是处于那个一撒孤坟就美好的日子，对，真的是美好，我只能用这样子来形容。然后1.2.5，一样还是还没有那个，还没有，我要讲什么？哦，因为我现在加两格血，害我有点紧张，还没有那个啦，skin 啊。我刚才看到一个骷髅头，在哪里？真的是什么都不做，就知道来杀我。然后我好像被瞄准了，不要！不、哦，该死！该死的村民把我挤出去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被害了啦！该死！我原本想说，我再逃进去就好，但是村民都把我挤出来，火大哎、欸！我一定要把那白色村民给……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要有大爱的精神，我不管，我要杀他。什么大爱精神，不符合我的个性呐、啊。原本想说今天开场应该可以顺顺利利的、平平安安、稳稳的活下去，没想到就被一个村民害死了。这是告诉我们队友的重要性啊！因为他也不是我的队友啊。火大，另有火大，另有火大。这里，令人火大，令人火大！我只是要进来而已，你就把我挤出去。还好孤坟又捡回来了，这是唯一值得庆幸的。一样还不能脱衣，就是我所谓的脱衣，就是那个物品脱衣啊，还不行啊，目前还是不行状态。然后继续耕种吧。为什么我的东西哦在这里？然后东西怎么变那么少？铁我只有2块吗？怎么少？3块，好像没有很多哦。然后现在应该可以做无限血源了吧？应该可以吧？为什么没有捡到种子？这不可能啊！我的种子嘞？诶，种子。不行，还是说我全部撒完了？应该是全部撒完了。那个罪魁祸首就是他，真是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一样啊，这时候的小麦比较好收成，就先收成。来来来来，哦，不用愁吃了，应该啦，目前应该是不用了。一样的，一样，应该现在是有无限水了。哎，还没有，不错，我一直以为现在还有无限水源呢。
无限血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现在才知道哎，无限血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1.5、1.2.5以后。哦，以前的版本的事情我都不清楚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啊。好了好了，剩下四个种子，目前是还可以活啦。没有必要，我暂时不想吧，因为食物不多，有点拮据啊。然后上次我去挖矿，挖不出什么好成绩来。嗯，是。四个面包。吃面包。吃。啊，吃饱了，把东西都放进去，不要浪费。木材好像不太够，所以今天我就是去筹备资源，把木材弄多一点回来好了。真的是今天被村民害到一种极致。我决定了，我把那个这个木斧砍爆。以后我就把那个就，你各位有没有听到僵尸声？好像就这附近呢，这附近是村民家吗？村民家好像是，也是没有啊，你屁事啊！不要哦，和蔼可亲的，为什么我刚才有听到僵尸声？好，不重要了。重点是我今天要去那个，还是底下神馆？可我挖也没挖很多。等下，忘记大火把，我这个是干嘛？等下，我下来了，不，我在干嘛？哦，我在干嘛？我下来啦！就是你们呢，啊，是呢，啊，是。各位刚才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们懂的。你们真的应该要懂，好吗？哦，对不起，这里真的有怪声呢，是这一块吧？是吗？是这一块吗？对，这边好像有声音，各位有没有听到？叫，随便叫了一声，啊，不管了，我要珍惜我宝贵的时间。月黑啊，夜晚是很恐怖的。此外，我要赶快……哦，当年我就在这边辉煌战斗。好，哪里辉煌啊？都是死，都已经用死了。到底哪里辉煌啊？我自己都不敢讲，不，我自己讲了都不敢听了。早期就是这样子嘛，过得如此拮据，矿物非。不是非常多的时代，只能这样子苟且偷生，慢慢活下去啊。那么早期人是怎么生存的？嗯，好，全部都是因为我自己技术烂的，纯粹就是因为自己技术烂。那有树苗，我忘记木斧它那个耐久，耐久是不是那个啊？多少？我想一下是多少，二三十吗？不是那么少，五六十，应该有到百啦，又好像没有，到底有没有？不知道，反正砍一砍就爆掉，我的木材应该都够，反正我没有改机啊。1.1跟1.0啊，跟1.2.5的据点就是在那个村庄里。村庄是哪一个方向？好。
我自己连那个城墙是哪个方向我都不清楚。不过没关系啊，至少我知道1.2.5跟，就我现在在这个版本的时候，我要赶快把资源搞到手。什么资源？像铁啊那些啊。我现在过得如此的破烂生活，我现在连木材都不够哎。通常来讲，活了2、3级了，木材应该要足够啊。应该啊，目前都是我的推测。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哪一块啊？诶，有点忘记了。矿线很重，好像是我说的是这一块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等下就在这一块挖了。管它是不是在这一块。喂，回来喽！来来来，所以说，我木材带一点点，食物带一点点。我的那个稿子跟时间都爆掉了，好的，这稿子还有一点，铲子，稿子我再做2把，对，再做2把，然后。实践再做一把，因为我现在没有铁，应该说铁很珍贵，不然对我来讲目前的现况，所以我不会去做太多的铁镐，不是铁镐，那什么，铁剑啊，然后煤炭拿一些出来，木材好，就带这些了。然后食物，蜘蛛也吃一下。我现在可怜到吃蜘蛛眼。完毕，回血完毕，不，饱食度回满。去挖矿，夜晚都是很危险的。理论上是这样讲，没错。我刚才是说在这边嘛，有个枯木这里。来，这样的话，就哦哟，等一下，这边，哎呦，直接挖到洞窟，我原本想说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挖到洞窟吧，就结果没想到就，一挖就中。我听觉没有被损毁就好了。我先在这附近插一点火把，以免生怪然后被打。哦，好了，上面也要插一点。洞窟通常矿都非常的 very dual。好了，下去哟，探索喽。历史贴图还没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换。哦，这边的路有点崎岖不平哎，有点想整理，可恶。好，整理一下，有种强迫症的 feel，但是我没有强迫症，先跟我说，只是看起来这个路非常的不顺眼罢了。他绝对不是强迫症，绝对不是，再待。我现在装备很低啊，简直根本没有，挖点没了。他越探索是不是越可以找到钻石啊？是的话，那赶快去找钻石好。而且1.9女巫好像有咯咯咯的笑声了，真希望能赶快飙到1.9。不过不行，我们要按部就班来。1.3要有什么限制哦？我还在想。因为
你不可能玩版本生存，就是什么限制都没有，那资源共用好啦。所以版本生存到新的点的时候，除了你身上带的那些资源以外，你就必须得用那些资源存活下来。装备的话，看情况而定。就是假如好了，你1.2.5有钻石装，可是你升级到1.6，我会考虑在去1.6的时候不带钻石装，而只带铁装。这样子，那你版本越高，我会把我的装备调到最低，然后可能之后就是空中去找新据点嘛，有可能啦，现在都还没有到，我现在就是空中啊，空中都是很可怜的欸。不过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，我自己也不清楚，我就这样做，哎呀。我自己也不清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，我只知道这样做会比较好玩啊，就其实把每个版本都玩一下，资源共用的时候，当你回去看，哇，当你有玩了这么多，当然我电脑如果能跑得动的话，我的电脑，张八的，你可以的，撑住啊，电脑。这个时候应该不是要加入对我的电脑加油。而是我现在会不会死才是重点。诶，今天好像运气不错，不太会死。嗯，我这洞窟有点小。这洞窟真的有点小。来，我去，19个铁。这里好像还有流水声诶，要继续往前挖吗？我还在思考。啊，各位，要继续往前挖吗？好啊，再挖一下哈，看看会有什么。这里，哦，有水，是，说有流水声就有流水声，哪有那么刚好啊？不过。有流水声也还好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洞窟就这么小一个啊，空虚欸，好空虚啊，有一种被骗的 feel。空虚，对啊，真的空虚啊。不过还好啦，挖到19个铁，有一个哦哇大石，啊哈哈不要打，九喽，是不是有人在我房间里？有吗？没有哈，没有，一切都美好，赶快来烧铁，有人站在外面吗？我下面有移动，所以有那个动的声音我都听得很清楚啊。哎呦，站在外面，我想摸的时候到了。通常来讲，为什么你会在我外面游走？哦，好了，赢了，我获得最后的胜利了，碎了。这也没什么值得骄傲啊。嗯，来。我为什么要把火把分开放？我到底有什么病？去杀火把，净空啊！我看一下啊，好，净空那一块土地，就是用火把来净空，要不然哦，这边太暗了啦。生怪，就是挖个矿出来就生怪。OK，我觉得上部村庄在早期好像很好找。我不知道收集火药粉，过年的时候就可以放烟火。好了，我随便讲了。过年的时候我也可能有时间吧，对吧？
And 不行，我现在不能跟他打，必输无疑。有一个方法啦，有阿内啦。哎，走掉了，可恶！他知道我要攻击他，该死的安德竟然这么聪明，算了。哦，等一下，哎呀，怎么有绿色的耳烂生物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有处于那种。OK，解决。真的是，好可怕！爆破专家都在住在我家附近。这里地路真的有点崎岖，不过还好啦。比起我之前那一次来，就是比起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已经好太多了。来，继续烧火吧。美妙，我今天没有给自己定个目的，有啦，就是收集资源啦。我资源好像有够了吗？我不知道我够，等下，我被抓爆了。等下，为什么？门为什么会爆炸？哦，不要杀了我，不要杀了我，格斗。我又快死了。我为什么每次要搞那么紧张啊？没事，这样乱搞。我记得我的家是在这里，这苦力怕是生长在那边，对还错。下来哦，喂，下来啊！他很聪明Ender，你的同伴很聪明呐、啊。今天先把自己的身上的装备弄好一点，那就先做一个铠甲之类。他们在烧了，而且1.9以后，他们的那个怪物好像会变得比较冲。他们很吵啊，一直这样嘣嘣嘣嘣嘣。因为早期他们会说玩门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吧，可能是因为那个那什么，那个什么，我一时讲不出什么说一样，我要讲什么？可能是因为那个啦，就是他们不是村民跟村民会互卡，导致那个门会一直被一个人被他们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关，就大家才会说村民又在玩门了，这应该是一样的概念。然后铁镐要一直怕挖到好东西，所以就拿了一个铁镐。要不要做铁库库？我在考虑。好啊，做一个，因为我现在有铁桶了，所以铁库库做出来只是保护我而已。这样我还可以再做一个铁戒，不过那之后再讲。有人进来了，好了，我还是要把食物的问题做一个完善的搞定。但是我现在村民这边又没有。就是不是很好处理，原因就是在于说，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食物了。等这样讲哦，谁啊？你很准哦。又有骨头了，赞！这里有火把还会生怪，你跟我开玩笑？真是没想到，有火把竟然还会生怪，不知道是哪门子的逻辑哦。以前生作物长得这么快哦，害我在想要不要撒小麦，不会撒骨粉给他。现在我就是撒这种只长一点点的哦，就是撒那种生长过的，就长到快完毕的那种很不值得，感觉很浪费啊。就是说浪费，就是说，因为它快到年，它就快到收成期了，好像采收它就会觉得
那我倒是不要这样采摘了，就好慢慢的收。来，这样的话我还是不行，自给自足果然还是有限，尤其是在打怪挖矿的时候。可恶，可恶，就是该死的蠢。啊，四个面包，这样应该就够了。明天就去杀戮，我是讲真的。我想一下哦，下一集的话要做什么？这一集是把挖矿给我一点自己的装备，可是不行，我要挖到套装，我一定要挖到套装，然后铁都够用。所以这集还不能结束，这样随随便便结束，太那个了，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我就从那边挖，好不好？往前挖，就是从这里开始。F3，现在57层，往下挖吧，大概是这样的概念。所以说，我就继续，要继续往下吧，对吧？好吧，也只能继续往下挖啦。哎，讲我没带火把，我先回去拿一下火把，好。就继续往下挖，我是打算挖到全身套装，然后铁还有一点点可以使用，那样子的铁根本无法使用，好不好？我刚才以就想要以那些铁作为 ending，这太对不起大家了，这太对不起你们了，在犹如你们的智商啊！开玩笑的，你们也没有被侮辱到啊，而且我还要挖一点煤炭，因为我发现我的煤炭不太够，这是必须的。走喽，好，不管了，走了。我有铁剑，我骄傲。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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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。48根火把，走喽。哦，就马上挖到铁了。说要铁就有铁，哪有这么好？那我要钻石，你可不可以给我？卡，承受不到啊。别妄想，继续挖。继续。有僵尸声，算了，不管。各位，我挖到大峡谷，不是峡谷，错，大洞窟吧。我只是要一些资源而已，你没有必要这样对我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之前在这边听到的那个鬼怪声音就是对的。哦，就是败给你们了。那我现在怎么下去？我想一下哦，操了，我像下去必死一样。为什么我会有下去就不会死的心态？我好像在玩别人那个给的地图，下来了。哦，好痛！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。我下来了，我快死了，不要过来！等一下，这边好像比较
比较短，我就先探索这里。这里真的比较短吗？洞窟诶，有比较短、比较长之分吗？我就把这边封起来了。这里也是。先封起来，我就知道那个我还没探索。我先往那边探索。我是直接很英勇的这样跳下来，我自己都没想到，我竟然会可以这么勇敢。啊，不管了，赶快挖一挖。我很怕天降怪物，哎咻！而且那边好像一个洞窟啊，不管，先不要管那边有没有洞窟。嗯，有。能。好了，赢了，啊，嘿嘿，稿子我准备很多，嗯，煤炭也要挖，因为我什么资源都缺，好不好？我就这么讲啊，什么资源都缺，什么最多？不知道，我现在连食物都缺，我靠！好怀念我玩其他地图的时候，就是野生地图啊。那个时候哦，生存的多么的风采，哪像现在，拮据的要命。其实都一样，该拮据还是很拮据。哎，我，而且1.9以后不能降防御了，要拿盾牌了，要拿盾牌了，正式成为要拿盾牌时代了。我一开始以为还能继续用那种方式浑浑噩噩过一阵子，但是哎呦，我好像要从上面跳下来，我是从上面下拿一下来，我记得我是挖一个小洞跳下来，就是我下来了这样子，对，我是从哪跳下来的，自己都不太清楚，嗯，哦，这里。我还要想办法怎么挖上去，好吧，让我想一下。各位，我盖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。好，下去看一下，刚才一直在那边鹅鹅叫，那一只一直在那边鹅鹅叫。哦，好多矿物，死吧你！守宝藏人，只要认路。哎呦，金矿！我有带铁狗是对的，不应该把剑收起来了，不行，不要有怪。这应该还好连着另外一个洞窟吧？应该，反正我现在的铁就是不对，不足啊，不是不对。来，继续。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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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应该够吧？我就觉得在这边呢。好像不是，应该是在这里。要往前挖吗？我还在考虑，但是我身体已经在往前了。好，在旁边一点，这边不会有什么地牢之类的，应该吧？没有那么巧啊。而且这边为什么都是砾石区？我很不喜欢砾石，因为会往下掉。是楼上吗？怎么吵啊这里？真的是在右耳这边。我为什么要为了僵尸这样搞？因为很吵。
非常糟，而且这贴图赶快换一换好不好？掉下来的竟然是碎石。感觉都是在这附近呢，好像很近呢。还是说是刚才那个被挖到？哦，下来了！终于下来了！我就说我在这附近了没？吼吼吼！不是，我就觉得没有比较好啦，但是我知道也没比较好啊。我为了什么骄傲？哦，因为有铁是吗？这才打人真的很痛。哎呦，跳不上去，Why？不可能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就为了几个铁，而且这边真的很吵。对，真的很吵。不过应该这样资源就够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期继续来这边探索。目前呢有20个铁，应该够我的装备到一定的定量了。我不想继续探索。我赶快回去了。因为探索所耗费食物的量有点高，把这几个没挖走吧。来来来，快挖完了！哎，有铁，什么鬼？挖完就有铁，不要这样子嘛！听到我说要 ending，你就很伤心是吗？就跑出来给我挖。我也不是很想要 ending 啊，只是因为我食物不够了。如果你掉的是食物，或许还能再往下挖。而且我今天还挖到金矿，其实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是一个很满足的人。好，回去喽，这边。这边都挖掉一个，就这样沿路挖上去。哎，好了，为什么这边路会这么崎岖不平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我成功了，只要现在目前只要能成功回到家，我就算 OK 了。呀！我会，屁嘞！我的门嘞？哦，有人，什么鬼？好了，先看完这2场枯工的对决。哦，我门的枯工死了，渔翁得利。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右下方点个喜欢。如果想要看更多剧情，就在左下方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集再会喽，拜拜。